奶妈来给熊猫宝宝们补奶了，嘉欣和北辰还在打架，奶妈拿奶瓶一吸引，全都跑过来了。最先来的北辰分到了一瓶，嘉欣也分到了一瓶，拿着奶瓶后躺下来举着喝。有两只小熊看到有好吃的也想来蹭一下，被奶妈拽走了。这两只举着奶瓶的样子好可爱，是扁扁和幻彩，硬要来抢。趁着奶妈打扫，幻彩把嘉欣的奶给抢了，不过也差不多吃完了，奶妈就给嘉欣擦擦嘴，但是嘉欣拒绝擦嘴，还想要。北辰就喝得很安逸，没熊来抢，吃完了开始咬奶嘴，被奶妈发现就给收走了。小熊们追着奶妈还想要，太可爱了。